刚才有，对。他为什么不吃竹叶？他那个一点半的留到现在啊。哦。他刚没进去哦。有啊，哎。看姐姐。姐姐有在那里吗？没有，在七架上。对啊。好，他们睡觉了。气到这些吗？嗯。要盛一下汤啊。现在去睡觉了。姐姐。那你叫他去吃两口好了。他怎么早上没吃啊？早上有啦，早上有吃。中午没吃。嗯。他就发现他没吃一样。嗯。Thank you.